声音，很少有回应，偶尔才清醒。静静听夜的声音，寻一个指引，才刻骨铭心。记得年少时的誓言，目光坚定，理想慢慢累积，成熟了些许。一生坚守始终不变，诚挚的心，远处的光照亮无数次梦醒。黑夜里逆风前行，笃定的执着，日夜经历着，苦过也痛过，蓝天下奋力奔跑，无悔的选择，日夜经历着，苦过也笑过，从不退缩，一份炙热，希望的光是不是都跟赵家人有关、啊？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，这个得看领导们最后研判的结论是什么了。走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啊？查案呗，去哪儿？查？不是你这刚回来，你这水都没喝呢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我歇呢，赶紧走。哎，不，我今天真不行，我动不了。又怎么了？我这痛风又犯了，你看，哎呦。是真动不了啊！哎呀！演我这脚，我能来办公室里坐班就已经是发扬风格了，我还能陪你出去查案去？你说我这能跑啊，还能追，还能打呀？这不给你添麻烦吗？你这回看着还行，坚持坚持。我是真坚持不了。能坚持，来吧！行了，快点！我真坚持出来了，行啊！我这……哎，张大回来了，正好。厂长，你问问张大，看看还有谁在的，找个身体好的陪你去呗。上哪儿啊？哦，常副要去码头，我这痛风犯了，去不了啊。这个案子已经有人接手了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刚回来。老实点啊！行，歇着吧。你轻点啊你！三哥，唱挺高兴，啊？可惜你不高兴啊！我没事。咋的了？我们队长跟我一直不对付，他老找我事儿。明白了，叫什么来着？张大是吧？张正，你们那个张大，他属于过去，你才是未来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三哥，等我回去把事办完了，想想办法再给我调回去，当当片儿姐挺好的，啊！我给你调哪儿去？年轻人怎么回事啊？斗志呢？啊！哎，就这么一点小小的挫折就要打退堂鼓啊？啊！
行，这那对多好的地方，咱得往上爬，对不对？往上走，你上去了，咱们才能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对不对？擦什么呀？我费那个劲，我何必呢？ 我在我们公安内部，那是被下放过的人，受排挤的，你知道吗？受歧视的，还有人敢歧视你啊？那得看看呢。等我腻了，三哥去给你撑腰。你让我想想啊，你这样，明天我亲自去。哎，那不行了。 行，不行，我去一趟，看看你不行。你别去，你别去。哎呦，看你这个胆子，放心，我不会。我有犯罪嫌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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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别
哎呦！举高，举高，举高，高点，高点！来，人民好卫士，铁血真汉子。好，献给我们优秀的人民警察长征同志，在赵家围派出所期间，对赵家围百姓的照顾和无私的奉献，感谢。哎呀，接旗呀！来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常同志，感谢，鼓掌，鼓掌！哎，孙博，快快快快，该你了。哎，小娘，不是，你去吧，我这儿做工吧。不是，这才几步路，你忍忍忍忍就过去了啊？不是，我这脚使不上劲儿，快快快，你快去，别耽误事儿了，快快快，快快。你刚刚还好好的，别使不上劲儿了。快，卡全身啊，卡全身啊，把锦旗照出来啊。好，哎，好，好，鼓掌。都愣着干嘛呢？啊，小布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给我挂上。不好吧？哪儿不好？什么不好？挂上去，就给我挂在，就给我挂这柱子上。正对大门口，每天一进来就看这锦旗。去。对喽，人民群众送的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对不对，赵先生？感谢啊，今天你远道而来给我送上这十个大字，兄弟也送你一份礼物。哎，别，停着，站着，哎，什么的什么？哎呀，跟你说了，别插路，别插路。哎，玩笑开大了吧？哎呀，来都来了，是不是？今天呢，我送你一副银色小手镯，让它陪你度过朝朝暮暮、岁岁年年的啊。赵鹏翔，你涉嫌谋杀夏宗海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
就是他。三号。啊。确定吗？我确定。确定。确定。三号。三号。确定吗？确定。你确定啊？确定。张大，确认了吧？行了。这次的指令给我们接场，以后我们算对。哎，老钱，啊，你通知那个一中大中队上网抓人。哎。好嘞。一组、二组守住前后门，三组帮我抓人，行动。赵鹏翔放贷公司就在这儿。赵鹏翔放贷公司就在这儿。别跑了，别跑了！哎，陈哥，累坏了是吧？行吧，行吧，带走吧。哦，去吧，去吧。哎，轻点，动，轻点！行了，收队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爷，三叔被长征抓走了。给老大打个电话。通了。记住啊，证人、证物、替死鬼，一定要办好。太棒了！我看这帮姓赵的，他们还怎么嚣张？来，师傅，宋哥，咱们以茶代酒，干个杯。干什么杯呀？这事儿搞大了，我跟你们说啊。这怎么了就？光明啊，你别操心了啊，人也抓了，证据确凿，我看他怎么赖。就是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长征，我劝你也小心点儿。师傅，你说说那个，你是怎么比我们先一步找到这凶器的？还比我们先一步锁定凶手了呢，我们没用呗。哎，不是宋哥，我发现你挺杠啊。来吧来吧，边吃边说，菜凉了。哎，师傅，现在快说一说。我在那一片啊，晃了好几个月了。我突然发现新野码头那个船少了一艘，它平时全是停满的。然后我就查，我想这船是不是因为看见了什么所以跑了。我确认了一下之后，果然说那个船是连夜走。按照这个思路，先找船，再找船主。后来我找到钱红霞，我一问，果然
他看见了赵鹏翔开枪杀人，无非那个事儿更简单，他当时在案发现场附近，主动跑过来报警。接警的正好是你，哎，碰见我了。激动，哪儿杀人了？新野把头，新野把头杀人了。哎，师傅，那凶器呢？你是怎么找到鸟铳的？我当时想啊，你说咱们国内对枪支管控是非常严格，那鸟铳杀了人他也不舍得扔，我想他能藏哪儿呢？肯定藏一个他觉得非常安全的地方。我前一阵我听他一个小弟说，他搞了一个游艇。你说老三这么一个张牙舞爪的人，屁大点事都在吹一吹，游艇的事都不提。我想肯定有猫腻儿，我去找了一圈。哎，师傅，你可真是个天才，那么大一艘船，你是怎么就判断藏在船底呢？我不是判断，我是把船的每一个角落都找了一遍。我告诉你们，只要定了赵鹏翔的罪，挖开了这冰山一角，他们赵家这座大山离岛就不远了。嗯，你跟着赵鹏翔混了这么久，你有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？有啊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赵鹏翔的礼我没少收，钱我也没少拿。这个是全部的清单，这是所有的票据。不管是现金还是转账，我收到的第一时间都转入了廉政账户。对得起党和人民。这些事情我之前都和校副局长报备过了，您看怎么处理吧。还有，这是我的检查，里面记录了所有我在派出所期间所有不当行为，并做出了说明和检讨。但身不由己，都是为查案，不求组织表扬，但求组织理解。如果实在不理解也没事，继续流放吧，我认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谢谢张大。今天，检察机关将就新野码头伤害案举行听证会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该案发生在上个月的25号晚上，案件造成海卫仙集团董事长夏宗海当场死亡，吉利夏宗涛当晚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据悉，警方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线索，迅速锁定嫌疑人赵鹏翔。哎，老四啊，怎么样，登记了没有啊？匡明，匡明，好，好的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匡明，长征，人在哪去了？一大早，好几个派出所要支援，我把人都派出去了。你把宋光明也派出去了？啊，我俩今天得去检察院。我就是派他去检察院。哎，早说呀！哎，等会儿，市局有个会。肖副局长特意让你去一趟。我去不了，我得上检察院去。你俩去一个不就行了吗？宋光明是你搭档，你还不放心吗？我这案子我一直跟着呢，我必须得去检察院。今天赶紧的，别让局长等你啊。激动！啊啊啊！
李东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愿意是你们，你们凭什么欺负我？你不认识我们，那我们认识你妈，秦红霞。我妈。今天的会就到这儿，散会。韩正，到。这么着急干嘛去？今天赵鹏翔那个案子开听证会，我得赶紧去检察院。跟着赵鹏翔混了小半年，今天总算是有结果了。只要检察院一立案，我会马上向局党委汇报。你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我批准的，给你恢复名声。师傅，那些都不重要，什么时候您能让我当着别人面叫您师傅，那就是最大的奖励。你得赶紧去了，是吗？周末插播一条警方快讯：新野码头谋杀案，两名目击证人当场更改口供，宣称当夜雨势太大，距离又远，无法看清嫌疑人模样。检察院决定释放嫌疑人赵鹏翔。钱都花出去了？花了，不过还剩下一半，对方没敢拿。他说他患了绝症，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，拿的这些钱足够他家里人活一辈子，还绰绰有余。把剩下的钱呢，找个机会还是给他们家里人送过去。只有钱花到位了，事情才能有保证，知道吗？是。喂，厂长，新野码头故意伤害案的嫌疑人已经抓到了。什么嫌疑人？谁抓的？就在刚刚，他是自己来自首。他说的跟现场的情况完全吻合。这就是赵家人一贯的伎俩，总有人愿意给他家当替死鬼。我挂了。这暴脾气啥时候能改改呀？赵家，该交代的都跟他交代清楚了。事情的经过，老三事无巨细都告诉我了，我也一字不漏的跟那个人说了，还让他复述了几遍，没有破绽。鸟铳上的指纹也找人处理好了，所以现在警察听到的、看到的，都是真的，只不过换了个人而已。赌场那边呢？小六子都扛，他一大家子都指着我们吃饭。不错，听说你最近收了一个干儿子。也不算是什么干儿子吧，就是碰巧了，缘分。那小男孩长得真挺可爱的。要不，爸，我哪天把他抱过来，您给过过目。免了吧，又不是亲生的。还有啊，你别总往妇产科跑。现在整个厂武都传遍了，说赵家老大有点变态，专门给刚出生的男婴拍照片，难不难听啊？
我来看看我们昌武赵家太子爷。你爹是昌武皇帝啊，儿子杀人了，证据确凿，给我无罪释放了，厉不厉害啊？哎，多亏你这当检察官的二哥了。成正，你是人民公安，我是人民检察，我们都知道定一个人有没有罪看的是证据，不是你脑子里的胡思乱想。看的是证据啊，证据查出来给你们了，结果呢，人不是给我放了吗？赵红祥是你弟弟，他什么德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我清楚，我很清楚，而且我还清楚，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想抓住赵家的小尾巴，就是想给你父亲报仇吧。别跟我提我爸，听话吧，别跟我提我爸，尤其是你们赵家人，真当你们家只手遮天了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们家只手遮天了，我给你豁开一条口子，你们一个一个都给你们送进去，明白吗？啊，程正，干嘛？把手放开！你干嘛呢？你把这当成什么地方？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秀成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让出去。程正，你今天来找我师父，是不是就为了赵鹏强的案子？哈。赵家太子爷不方便出面，叫手下小弟出来摆平。你有事儿说事儿。行，我跟你说事儿。目击证人为什么当庭翻供，这个原因我会查清楚，然后把证据甩到你们脸上。现在现场的凶器是鸟铳，没错吧？鸟铳上有赵鹏翔的指纹，而且鸟铳里残留的火药跟赵鹏翔办公室的火药属性一致。你们给我狡辩什么？你说完了吗？好。我告诉你，鸟铳上的确有赵鹏翔的指纹，没错，但是鸟铳上也有今天来投案自首那个人的指纹，并且他交代的跟案发当日完全一致，还有你说的火药，铁石矿业底下的矿场用的都是同一种火药，这个物证缺乏唯一性。更重要的是，赵黑头在我们的讯问过程中已经承认了是他把炸药带到办公室的。赵黑头承认了？赵黑头凭什么承认？他是赵鹏翔的人，他的证词凭什么当证据？我们已经取证过了。我告诉你，当天的矿场炸药管理员，包括那一天准备跟他去炸矿山的工人都可以作证。也就是说，赵黑头从领到炸药的那一刻起一直到办公室都有人作证。来，长征，你告诉我，这些证据摆在眼前，你凭什么告诉我赵鹏翔就是杀人凶手？天衣无缝啊，你们赵家是真厉害啊。我告诉你们，不管赵家的案子有多少人多少狗在这盯着，我长征跟你们死磕到底。死磕到底是吧？行，常副大队长，今天你来都来了，也不能白来一趟，不如现在下楼把物证带走，你不是要死磕到底吗？说不定这些物证在日后还能对你有点帮助。行啊，我留着。三费了那么大劲儿把你给调回来，你回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给抓了。怎么了？我没看错你，我们赵家的事儿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你给我交代？你怎么给我交代？等我电话。
坐吧。我是你父亲，有什么话就直说。去自首吧。我们父子俩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。去自首吧。兰儿啊，我知道这些年你为你母亲的事情耿耿于怀，其实是她主动离开我的，她甚至连怀孕都没有告诉我，就偷偷地跑回了山里。这是她自己的选择，我并没有赶走，把我从她身边抢走，要了她的命。明明知道我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。你是赵家的儿子，必须认祖归宗，这是我们家族的规矩。况且如果当年不是我把你从山沟里带出来，还会是你今天的赵鹏程吗？当然我知道这些年一直在这个家庭你格格不入，可是我一直没有亏待过。我不想跟你说这些，我不想。我今天来就是要你去自首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手上有足够多的证据，去自首是你唯一的选择。这是最后通牒吗？那这样，我已经让老四从澳洲回来了。今天晚上，我们全家到老三的游艇上聚一聚，顺便商量商量。爸，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期限。如果你决定自首，我会亲自陪你们去公安局。如果你们不愿意，我会把我手上所有的证据直接交给厂长。我说话算数。赵老三，托兄弟们的福，再次平安归来。哟，二哥今天也来了。大哥，哎。爸，儿子今天平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来，我跟你
说过多少次了啊？不能跟长征搅和在一起，你就是当耳旁风。你知道长征怎么调开的刑侦大队吗？啊，那是我找人写的检举信，你倒好，又把他给调回来了。你这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爸，没事，这不好好的回来了吗？爸，您消消气儿，气大了伤身，不值得。您放心，我以后会替您看着他的。哟，就您这腿脚啊，还看着我呢？我这个腿脚怎么了？我这个腿脚弄成这样，也是为了咱赵家。你有什么资格笑话我？我哪敢笑话大哥呀？大哥劳苦功高。可是瘸了就是瘸了，对不对？家里边的事儿还得有人管，谁管？我，没看着我刚从局子里边回来吗？啊！行了，别在这论功行赏了。火都烧房檐了，还有心在屋里数钱？爸，是不是老二他又怎么着？老二又让我们自首啊？刚刚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而且还一再强调，说他手里有我们的证据。如果我们不去自首，他就把证据交给长征。吃里扒外的老二怎么着？不是赵家人吗？啊，赵家的钱是少分了他一份啊？怎么着？是，我们虽然是四个陌生的，也就一个。惹钱，老子他妈已经崩了他。爸，我觉得咱们得和老阿坐下来，好好谈一谈。怎么谈呢？让他把检察官的工作辞了吧，回家里来帮忙。那我今天晚上约他见面，再争取争取吧。不过老二这个性格……哎，爸，老四的飞机几点到？老四的飞机九点多钟吧。怎么？你想让老四跟老二谈呢？是，老四也是个书呆子，他能谈啥？那你去啊。这彭超啊，打小就和彭程走不近，而且一直在澳洲，没有插手过咱们家里的生意。老二就算恨遍了咱们所有人，也恨不到老四头上。这样，我去机场接老四，跟他说说，让他来劝老二。那我就去约老二，先稳住他。您不能去啊。我怎么不能去啊？你想啊，您要是去了，老二肯定一上来就逼着您表态，那就等不到老四来了。您是咱们的一家之主，最后一道防线，让老四先跟他谈，谈不拢您再出面，也算是先礼后兵。嗯，对啊。那这样，老大，你去机场接老四，啊，老三，我把老二约到你的游艇上，你先跟他见面，稳住他，一定等到老四过来。我在家里等消息。彭超，你看，咱国内的夜景就是比澳洲好看啊。此时我已经感觉到，我身边弥漫着我们昌武湿润润的新鲜空气。你现在身边弥漫着的是十多个小时没有洗澡的人肉味。你这人怎么这么现实啊？我们都律师，这不是现实，是真实。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现实，这偶尔有机会，当然要赶紧追求一下浪漫。要去见男朋友的人，真的看什么都浪漫啊。
你们多久没见了？上次见面应该是3年前的春节。还没分手啊？说实话。来接你吗？当然。也是啊。你再不回来，这爱情都要消失了。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追求爱情。当然，作为你律所里最好律师的我，事业我也是不会放弃的。我就期待看到你爱情事业双丰收的那一天啊！亲爱的旅客朋友们，还有2个小时，我们将结束这段愉快的旅行，降落到昌武机场。Dear passengers, there are 2 hours. 还有2个小时就到了。紧张吗？有点小紧张。这毕竟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，也是你的。是啊，我要重回赵家了，也是第一次跟那个人见面。谁呀？谁呀？你只要记得2018年10月10号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可以了。纪念。哎，要不去补个妆？眼线都花了。谢谢张老板提醒。阳光终究会带给世界光亮。